这济哦。伊知影，安尼啦，无我给你时间去考虑啦。哦，你甲厝内人哦讨论看卖，叫我一交代哦。就当也唔免讨论啊啦，计算机拢起好算好啊啦。乌金导游的专利权会当换5000万，阮家无遮尼戆啦。啊，你专利权也唔牛，啊，你提5000万来甲我讲啊。免讲啦。就当。万一证明阮小弟并无放火烧恁的工厂，根据我的调查，迄天阮小弟是跟恁查某囝要回校，行入去恁工厂的大门，然后去恁二楼，而且起火点是在恁工厂的后壁。还有，火烧过的火物碳化程度真高，所以火烧现场有真侪证据证明，阮小弟人根本无在起火点。我查到叫你吓惊着，哎，我才收到呢，啊，你是消防队的小队长呢，你会当加做吼真侪对恁小弟有利的证据啊，啊，啊，不过恁后生嘛是正式消防队员，伊今个应该替你讲话啊，敢是？我敢问后生啊，恁莫甲我讲恁爸仔囝感情无好，就当，我用个证明，阮小弟并无放火烧恁的工厂，啊，恁家会火烧啊，迄行为另外有人。啊！周小姐在讲电话的时阵，我人就徛在伊边啊呢，啊，我是会去倒啦。哎，我想嘛，知影是周大伯甲你硬拗的啊。放心啦，咱只要把周小姐找出来，叫伊证明哦，应该无在工厂后壁门，啊，这条关系就顾袂成啊。大兄，迄周小姐是周大的查某囝的，伊当然嘛是徛在因爸爸那边啊，伊边哪有可能替人家讲话啦？那不咱把周大顾转去嘛？我嘛能讲，伊明早我无办法，讲硬要告我，这叫诬告。对对，诬告，诬告，嗯嗯。啊，他妈的告来告去，还是要告到什么时阵啊？爸，伊安怎对待咱，咱就安怎对伊啊。飞弟吼，你免烦恼啦，我相信大兄一定有办法。啊，姐姐，爸就是咧烦恼啊。敢讲你叫伊免烦恼，伊就袂烦恼啊？你有面子，拢什么时阵啊？你搁咧找我冤家？就亲像哦，我叫你点点，敢讲你叫伊点点哦。好啊啦，你嘛是敢讲唔过啊啦。有哦，姐姐，跳过。你搁叫我跳过？你不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咱两个人卖搁乱啊啦，吼。好啊好啊啦，啊厝内底有代志，恁大家爱较好咧。哦，哪要好吼？任何人有啥物代志，都爱甲厝内面的人参详一下。你去找金榜啊理论，啊你敢不敢任何人参详？啊你改好。你去找金榜啊理论，啊你敢不敢任何人参详？啊你改好。爸，那你今麦等到我，你得个嘛念嘛？是啊，爸，嘛是去斗三工，甲周董会刁呢。应该干嘛点一个赞才对啊？那点到干嘛念呐？哎呀，您安尼讲都唔对啊！啊，咱爸是家己主的，啊要找咧酒档呛声，也是咱爸出面才对。点到卡是咱母啊出面，咱爸做面主的，安尼讲安对？哈、哦，对，你是可好人？恁老爸敢真是遐爱面子的人了？今仔日是好加载，信达就对去咧。啊，若无哦，你人家一支买，凊彩就甲你锐死啊！